我们有员工旅游，然后喝完然后带着出去吃。但我觉得我头有点胀胀的，还是我脑袋太久没吸氧气。怪女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恩莎。我今天邀请到一个非常有气质又可爱的来宾，欢迎 Marina。大家好。当然一样，我们就是要先问一下你的三围，跟大家报一下吧。等一下，有这一套吗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我32.1，腰围忘记了，我只记得我下半身很胖。反正我觉得32.1就够了，因为跟我差不多。我今天想到了一个游戏要跟你玩。可以啊。你会叠字吗？你是说很耐的那种叠字吗？吃薯条条这样子会吗？我尽量。吃卤肉饭的话，你要说吃饭饭。那你如果要去面店要什么？吃面面。那如果要去炸鸡店要吃什么？好了，再进入正题。你听过什么叫轻呼吸吗？我听到这气话的时候，我还蛮讶异的。这东西可以吸吗？我也觉得说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要花时间来吸一个空气？对。可是听说它是就是能调理你的身体，让你的身体内在变得更好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看后面的招牌，我就觉得蛮像直销的。但是它主打说免费去吸他们的氢气。那应该就可以试试看。我还蛮好奇的啦。好、okay.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吴导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吴导好。那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轻呼吸？轻呼吸就是我们平常呼吸是呼吸空气，对，我们现在在空气里面加入2%的高纯度的氢气，这样子就是轻呼吸。它有什么就是让你觉得内在会吸得更好的事？对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轻呼吸？就 对，大家知道自由基对我们的健康有怎么危害的吗？它本身缺乏一颗电子，也就是它会去攻击你的正常的细胞，就是。所以氢气是消灭它的吗？不是消灭，氢气跑到体内之后呢，它会变活性氢，活性氢它会去找活性氧，结合成水排出体外。活性氧就是自由基。轻呼吸是从日本来的，但是在日本没有免费的哦，在日本轻呼吸一个钟头最少最少3000日币。什么？哇，好贵！哎，一般大众对于氢气会不会有什么疑虑？就是哎，有会爆炸还是怎么的？对，那氢气确实会爆炸，但是它的前提要件有三个：密闭空间4%，点火。我们人绝对不可能活在密闭空间，所以不用担心会爆炸。我们已经将近6年的时间，如果会爆炸，我们已经尸骨无存了。你们也一起陨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白吸一顿。对对对。好，那吴导带我们一起去。好，来，我们这边走哈，来。准备开始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吸喽。帮你们开机，前面亮蓝灯就已经开始了。哦，这有一个塑胶味，还蛮重的。对，这是正常的吗？你是刚拆封新的那个鼻吸管，所以它会有一点塑胶味。如果会怕有塑胶味，可以先拿回家通风。第一次来的话，会不会我刚吸完就不会忘词了？对，其实氢气它就是没有疗效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在每个人身体上会有明显的什么感觉。那恩莎很爱喝酒的话，他才来吸。没有爱喝酒，其实吸的话，如果喝酒的话，它综合你二性肌肉，照理来讲酒量会变好。而你如果喝完酒再吸的话，隔天会比较不容易宿醉。我们有员工旅游，然后喝完然后带着出去吸，所以它其实没有很重，可以带。它其实不重，它大概10公斤，加水的话大概10公斤以内。可是如果这边是免费的话，那我就随时想来都可以来了。我们是要先上网预约，因为就像你们看到现场只有8个位置。这个要吸多久？我们会建议一次吸大概50分钟，然后4小时之后再吸一次。两位现在感觉如何？我觉得没有塑胶味，没有了，默默之中没有了。在交谈之中就打开嘴巴讲话的话，会不会就没有效？其实你在讲话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没有吸到氢气的。难怪没效，对不起，我闭嘴。就是会有气体灌入的那种感觉。3秒就破功。我们刚讲太多话，我们来计时5分钟，你们来
感觉一下。好，我要记哦，五分钟开始，用心体会，可以在脑中想一下自己最近做了哪些事，有什么是需要检讨的。不能讲话，嘘。对，我史上最安静的影片。这里桌都被砸了。后置终于可以不用听太多尖叫声。感谢企划让我可以少听尖叫的部分。好好好，怎么样？哦、你们刚哦，他真的跟开酒一样，他又开了，多兴奋！兴奋！这是什么啊？它是高浓度的氢气水，所以它就是边吸氢，然后边喝氢水的话，会有相辅相成的作用。它比一般的矿泉水都没有那个味道。其实我对水还蛮敏感的，我真没有味道。它是高温高压制成的氢气水。那、嗯啊、你们刚刚憋那么久，有什么感觉吗？我彻底被黑化了。他刚刚好像那个大悲咒的老师哦，你好像幼稚园老师在前面那个拎小朋友。他我觉得我头有点胀胀的。还是我脑袋开始有点吸氧气。那我们有时候吸的时候会有一些好转反应，但并非每个人都一定会有的。好转反应基本上就是它看似让你原本疼痛的症状更疼痛，或者是说你的症状更明显，但它其实就是一个排毒。现在什么感觉？我觉得我头脑有点胀胀的。是的，刚刚不是说会好转？所以我原本是脑是脑残，所以原本是脑残，然后加上就哦变好，变不脑残了呢？没有，是更脑残，更脑残，更脑残，把这些传染出来。你要想，好脑残完以后就很正常，就聪明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概念呢、啊？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，可能我身体你身体很好吗？我身体很健康，怎么可以？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体验呢，你还是要长久来啦。那既然是免费的话，我觉得这里也不会像直销一样，就是我们今天来，他也没有推销我们，但你至少要带50块来。对，50块。就是你自己的卫生习惯的这个，什么都不要带，信用卡也不要带，手机也不要带，就带50块来。然后就是让你自己来体验，亲身感受一下这什么感觉。它有三种方法可以来，就是预约。它的主要预约就是线上预约跟到店预约。还有一个是可以打他们的专线，对，会有漂亮的小姐姐，小心哦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你居然把掌控权交到恩莎手上，总觉得他讲这句话让我觉得有点害怕。通常我都不是拿遥控的那个人，今天我拿遥控，肥肉，我要讲话会变超好听的，不过很有感，很晃。真的很慌，就觉得说天啊，你的肉都在抖动。